好了，现在呢是要跑一个山路啊，这个山路很恶心，也不是很恶心，好像蛮有意思就是了。而且呢是要先下山再上山然后再下山，就从一个山峰上面过去。这无线电都没什么信号了，我是为了躲避那个交通拥堵才跑这条路。它就两条道，你看一直两条道，等一下就更好玩了。我这里先录一段。这里速度有点太快了，100公里就下坡啊，速度降下来。大鱼妹你看，这个好，大鱼妹你看，这个好，这个确实很好，我觉得这个有爱你知道吗，这感觉很好的，开这个车又有一台，你看在这个牛就不行了，这个牛对，那个牛穿着牛仔裤都看得出来身材好。这个皮超绕造的，来跟着他们，反正他们也是走那边，他们也是跑山啊，他们没有跑山，我们现在去跑山去了。西点这里是 West Point。这有个过桥费1.45元，如果有卡，没卡的话就是那个1.75元。像美国这种路哈，它的高速只要1-2元，很便宜的。这里可以过桥啊，走路走过去，但桥的话是很贵的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啊，这是 Hudson River， 长这样子。这是河头，那边是河尾。好了，现在就准备爬坡了，爬那个山坡爬上去。今天这个路有点人多哈，啊，这条路本来人就很多了。走这个路，这个车的优势就出来了，市区，然后 AT， 像前面那个六 AT 的那个 Rafo 和那个老款的 Rafo 跑得很欢快，他们的悬挂很硬。跑起来很快，切到首坡去了，前面的车太慢。我们如果切得太紧也不好，
现在的速度是60公里每小时。如果晚上跑这条路确实是很好的，因为很多车都没有了。这里又来一个蛇形弯，减速。这时候没有踩刹车，靠着变速箱，两个手。晨曦，你开得了这个路吗？哎，我没练过车，你叫我开不开路？这个很简单的，就是头晕开起来。Ha ha ha.